他在军队超过十年，做军务是有一个贡献回我新的国家。他乘搭飞机出国，飞机起飞45分钟之前我们才拿到我的 visa。 他的新工作太多问题，太辛苦。温宇兴牧师在澳洲墨尔本的故事，请留意接下来这一集《国粤语双声道》的恩语之声。